欢迎到来最新新闻的现场，来自黄昏消息来看是各地嘉义歌乡在了16号举办着创校73周年校庆，包括立委江宜雄、议员吴尚明等等的杰出校友，拢倒来帮校做会庆祝，感谢学校过去的栽培。校庆典礼嘛，特别来表扬着资深优良教师、积极竞赛得奖的学生，含系的教育部。师铎奖肯定的陈美丽主任，都是嘛为校园内底全新的公共艺术来举行节目，现场气氛是闹热又个温馨。欢庆73周年校庆，嘉义高商16号举行盛大的校庆典礼，不只有学生创意进场，各式各样的造型展现无限活力。包括立委江宜雄、议员吴尚明在内，有多位校友拢特别登来庆祝。校长致辞的时阵，更是特别感谢全校师生共同努力，让学校各项表现愈来愈进步。当然有这机会啊，要特别感谢我们所有的师生、所有同仁，还有报恩我们很重要的后盾，我们家长会、我们校友会，还有很多的长官来宾给我们的支持跟协助，让我们校务发展啊可以说啊很平利、很平顺啊，也有很多的绩效。我想用这机会感谢大家。在校庆典礼面顶，学校特别表扬资深优良教师、致意竞赛得奖的学生，甲得到教育部师铎奖肯定的陈美丽主任，同时也为校园内全新的公共艺术举行结拜仪式，典礼气氛温馨热烈。新闻电视频王小璇甲其采访报。